大家早上好。好像去年我也来过，那个谈当代艺术。那说真的，我昨天一整晚上没睡觉，因为我很努力的想要把提供给我图片的画廊那些图片都放进我的 PPT， 但是真的太多了，我做到天亮都没有做完，刚刚还在拼命的加。所以当中，朋友，你们有送图片给我，没有看到自己图片，请你们原谅我，因为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因为以往我的讲座的图片都是我自己的图片，那这次呢，因为艺术博览会大家那么热情的来参与，所以我尽量用的都是在场的参与者的，就是画廊提供的图片，因为。我要讲的就是亚洲 style。 你们知道现在最流行的一个 music video 是什么？江南 style。 所以我已经看了二三十遍，我还是觉得很好看。我今天也就借用那个江南 style 来讲我的亚洲 style。 我打扮成这样子，本来是想穿毛皮的，后来想说有爱护动物的人在这里的话，我会被丢鸡蛋，所以我今天很安全，全部都是人工的毛。刚刚我在贴图片的时候，一路上其实耳朵都在听谢馆长的演讲。他是我最仰慕的艺术馆的馆长，他所提到的问题其实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我自己是一个浪漫的梦想家，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跟现实有很遥远的距离。那我还能够活到今天，活得还不错啊，应该感谢我的上帝。可是谢馆长他比我能干的是，他既能够有梦想，又能够照顾到现实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好像是谢馆长比我早一点去大陆，对吧？是你比我早一点，好像是谢馆长，对，你比我早去，然后我就跟着你后面去。我们两个都算是在两岸活动比较多的人，然后对两岸的艺术的参与也比较多，在两岸都有很多的艺术朋友，所以我们看问题可能会比只待在台湾的艺术圈的朋友不太一样。那刚刚他已经讲那么多，我就先来放图片来，但是我来不及排顺序哦，我就是照贴图贴成这样，那我就会很跳跃的谈，所以请你们跟我玩一次那个跳跃思维的游戏 ，OK？ 那我们先从图片开始。哎，一出现的就是我们台湾的艺术家郭维国。大家都很好奇，艺术的下一波会是什么？所谓的 F4， 所谓的中国的当代艺术的这些特别有名的艺术家。其实对我来讲，他们是属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的成功的艺术家。那谢馆长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些在国际上特别成功的中国艺术家，基本上都是几乎啦，我不敢说都，几乎都是西方人眼光所挑选出来的，也是在西方的收藏家的力捧底下形成了一种中国当代艺术的方向。我不想说要写艺术史，不是我，但是呢，历史的形成不是我们活着的人可以决定的。OK， 那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很大的层面是在中国主流的人士心里看起来是偏了。我说的主流，我想谢馆长懂我的意思啊，在主流的眼光里看起来它是偏了，所以我的预测是在未来的十年一定有导正的动作，相信我吧。这个导正的动作就是说，中国的当代艺术，中国人说了才算，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艺术市场的成功。刚刚您也提到拍卖市场，
拍卖市场让中国人变有名了，中国人已经变成拍卖市场的最大买家，已经是这个事实，总数最大，因为 当然包括古董在内啊。那这个总数最大让中国的市场在全世界引起了注意，那你们想中国的当代艺术会继续由西方的双年展 Documenta、 西方的这些 curator、 西方的 collectors 来决定中国人应该喜欢什么样的当代艺术吗？会可能吗？这是我很大的疑问。我今天不是来给答案的，我是来跟你们讨论的。那因为我关心未来，所以我在做很多艺术的研究的过程里面，我都希望我有幸能够稍稍的比别人早一点点看到下一波的艺术是什么。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等你们看完所有的图片大概有数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纪，我们已经不太容易看到所谓的什么 ism， 看到什么风格能够席卷全球，超现实主义 surrealism 可以影响整个世界，影响了好几十年，很多人学到今天还有人在画超现实主义的作品。抽象艺术它形成了一种审美的趋势，它影响了所有的领域，包括建筑，包括家具设计。那么二十一世纪有什么样的一种审美趋势会影响全球？我想这是 我自己也很好奇的。招财猫，招财猫，大家看懂了吗？这个招财猫既不是动画，也不是漫画，可是它长得很动漫，不是吗？我发明了一个字叫做 Animamics， 是 Animation 加上了 Comics 组建的一个新的字叫 Animamics。 那个字的意思是动漫美学，没有对等的，没有办法翻译。英文就是 Animamics， 中文就是动漫美学。动漫美学指的不是动画或漫画的本身，而是一种审美的趣味，审美的倾向。你们可以想象吗？ Hello Kitty 一个没有嘴的猫，已经五十几岁的老太太还可以风靡全球，年轻的人还是会喜欢 Hello Kitty。 我前几天在上海遇到一个收藏家，他的一个朋友是北京部长级的夫人，五十几岁的年纪，可是她一屋子都是 Hello Kitty， 她是 Hello Kitty 的收藏者。像那样的收藏者，我可以想象到她如果买艺术品会买这种的。那是一种品味的问题，不是她喜欢动画或不喜欢动画的问题。好，像这一类的作品在我的定义里面，他们都是动漫美学倾向的艺术家。当然抽象艺术是二十世纪西方在美学上最重大的一个成就。这里我要插一个小小的故事哦，可能对西方人来讲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觉得对中国大陆人来讲可能比较有意义，对台湾人来说我不知道。就是以前很多人都批评啊，那个徐悲鸿他跑到欧洲去留学，那个时候的欧洲已经有野兽派，有立体派，可是徐悲鸿先生去那里什么都不学，就学写实主义，去学人家的学院派，然后正儿八经的把人家的学院派搬回中国，想要发扬光大。那站在西方的艺术史的立场来讲，它是很不合时宜的 old fashion， 人家都已经 academic art 已经都要把它打败了，结果徐悲鸿却把它当作取经带回中国。很简单嘛，在中国，在徐悲鸿的年代，有几个人会画写实主义的画？在中国来说，能够画到学院派那样技术水准人几乎没有。在那个时候
可是能够画立体派写实野兽派那种写意画，中国历代里面的大写意多的多的去了，大家都是画那样的画，几笔寥寥就画得很传神啊。所以在中国的当时的艺坛来讲，当然写实主义是天大了不起的事啊。所以你到底要站在西方的艺术史的发展的那个轴线去看呢，还是你要站在中国自己的历史来看呢？中国改革开放才跟西方接轨。哎，在文革时期谁要跟你搞观念艺术啊？如果你觉得有观念艺术这一行，那整个文革就是最大的观念艺术、行为艺术。我上次在澳门发言的时候说了，因为911他们所做的这个行为让所有行为艺术家都不能超越了，因为太震撼了，得到所有媒体的关注到那样的程度，结果为我这个发言我一路被人追杀，他们觉得我说的太过了。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啊，行为艺术要做的是什么，要表现的是什么，大家想清楚，有谁比一场文革更大的行为艺术啊？有谁能做了超越文革的规模啊？很难吧？所以到底什么是艺术？什么是人生？艺术因为在现代主义的领导下 are for our sake， 所以艺术被推得非常的崇高，跟人生没有了关系。可是今天拜托，我觉得最棒的艺术就是江南 style， 最好的行为艺术家是 Lady Gaga， 因为有这么多人去观看，这么多人去赞。艺术是 art for people's sake， 艺术是为人们而艺术的，艺术不可能只是一个小圈子的艺术圈里面互相肯定近亲交配。你们知道近亲交配的结果是什么？基因突变。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通信的时代，刚刚有人问到馆长那个网络的事情，网络是无法避免的。现在的 YouTube， 现在的 Facebook， 现在的微博，它的力量是如何的庞大。今天有谁还可能是一个无知无识没有见识？所以您说到了不要当梵谷，梵高是一个过去式，不可能在今天还有人不被看到。你没有被看到，你可不可以上 Facebook 啊？总有人会看到嘛。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待的这个抽象艺术，它已经不是那么单纯的在西方的形式主义主导下的一种抽象。所以在今天西方所形成的观念艺术被引进中国以后，也变成了一种新的形式的观念艺术。因为我要跳跃着讲，随着这个图片讲，然后刚刚那个谢馆长提到草间弥生当红炸子鸡，我可以预告他的作品还会继续涨价，如果他不小心离开人世了，还会涨得更快，因为他就是传奇。我很高兴我长得很像他，我常常在世界很多地方行走的时候，别人都以为我是库萨玛，那我很高兴我能够 长得像我的偶像。库萨玛是一个传奇，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其实梵高的传奇 Van Gogh 的传奇是他的那个时代，在我们今天的传奇我们看到的是亚优伊库萨玛，一种由媒体由大众所形成的一种 sensation。 我要讲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赶快一点。然后我们会看到在亚洲，在东南亚洲，其实我们亚洲的艺术是有一些共通性，是跟西方是不同的。西方的整个艺术的机构跟市场的结合是有发展的历史，是比较成熟的。可是在整个亚洲，东亚、中亚、东南亚、南亚，
到今天都没有非常成功的机制来串联收藏家、美术馆、画廊、拍卖公司整个艺术市场的这个机制没有形成，而且在很多亚洲国家今天都还没有当代艺术馆，很多亚洲国家是没有当代艺术馆的，顶多有一个纪念历史的博物馆而已。所以亚洲的经验即便在亚洲都是很多元的，可是西方经过了工业革命，在一个基督教的普泛基督教的影响下，其实西方的思维跟生活方式欧洲跟美国是比较有共性的，但是亚洲是差异性非常巨大的。你拿印度是没有办法跟韩国相比的，不管是思维，不管是生活方式，不管是饮食，除了一部分的韩国人跟一部分的印度人信佛教之外，通通都不一样。所以要来了解亚洲的文化是一个漫长的学习的过程。我曾经在纽约演讲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纽约的 curator 跑来问我说，哦，你是从上海来的啊？因为我当时是上海当代艺术馆的人。他说，你认为中国有不是模仿我们西方的当代艺术吗？我想说你去死吧。他说，中国难道会有当代艺术不是 copy 我们西方的？我真的很生气。像我们所有只要在台面上的亚洲的 curator， 我们通通懂西方的艺术史的，谁敢不懂？你根本混不下去的。可是今天西方的 curator 有几个人知道石涛八大是谁，齐白石是谁？这个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很多人都不知道，更不要说五代南北宋的绘画了，提都不要提。而我们知道中世纪的艺术是什么，这是亚洲的 curator、 亚洲的 scholar 跟西方的一个巨大的不同。当然西方有很多汉学家，有很多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日本古代史的学者，凤毛麟角，极其少数的。所以在今天我们谈亚洲 style， 非常重要的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一种西方看向亚洲、看向东方的学习的过程。而东方的艺术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宗教的原因、因为生活习俗的原因，东方喜欢的色彩、色调，东方喜欢说故事的本质，像印度尼西亚、像印度、像泰国，都是戏剧性非常强烈的文化，充满了故事性。亚洲是会说故事的民族，亚洲人是非常会说故事的人，而这恰恰是在20世纪的西方的 modernism 现代主义所排除的领域。所以亚洲并没有经过现代主义的洗礼，现代主义在亚洲是非常脆弱的，并没有真正的被现代主义的艺术带领了整个亚洲的主流。所以我们在亚洲，我们还是看到大量的艺术创作是必须用叙事性的、说故事的方式，有主题的来表达他的思想。